感谢吧啊，感谢您各位的掌声鼓励。相聚一堂啊，就是缘分。这屋年长的，你往这一坐，爷爷奶奶；再小点的，叔叔阿姨；再小点哥哥姐姐；再小点弟弟妹妹啊，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就您的儿女、您的朋友，哪怕您的邻居，往这一站，给您演一个节目，您就不鼓个掌、喊个好吗？各位是不是？上来以后呢，自我介绍一下，学生呢，我姓多，多少的多，这姓呢很少见啊，没听过啊，不是汉族的。有时候我爸跟我说，在清朝的时候，大清国都是我们家的，真的啊。后来我也好奇，我说爸怎么了？假酒少喝呀，这不你给我买的吗？想想，你不懂啊，咱们祖上出过一位名人，我说谁呀？满清正蓝旗大王爷。咱好奇问问吧，是不是多尔衮呢，爸爸？我爸看看我，滚出去！什么多尔衮，讨厌！咱们祖上是满清正蓝旗大王爷，哆啦 A 梦。后来我一想有道理啊，正蓝旗颜色是对的，正黄旗是皮卡丘，正红旗是小哪吒。到我这儿呢，给您唱那么一段这个快板，而且我这艺术形式呢不是相声啊，他们都有搭档，我呢自己来的，连狗都没有啊，哪怕来个哈士奇也行啊，什么都没有，自己演吃的亏了，而且不是单口相声，给您唱那么一段这快板。这快板的艺术形式呢很单调，今天唱的故事呢还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叫绕口令，不好唱，每个字绕嘴。在我唱之前呢，咱各位玩会儿啊，因为您各位就是我的捧哏的各位，好吗？各位啊，咱玩一会儿啊，咱玩一会儿。这回呢，我唱一句，您各位学一句，体验一下这东西多难，好吗？各位，没问题吧？好嘞，跟我学啊。山前，大的音儿啊，气场啊，喊出来呀、啊，我都不怕呀，自己找戏啊，各位来，哎，跟我学啊。山前，山前住着个演演员，住着个演演员。山后。住着个演员演，住着个演员演，二人山前来比演，二人山前来比演，也不知是演演员比演员演的演员，还是演员演比演演员的演演。打南边来了个，手里提了五斤，打北边来了个，这行业不好干了。你们来吧，好吗？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的时间不多，快到了啊！打南边来了个机器猫，老祖先手里拿半拉铜锣烧；打北边来了个比诺曹，手里头端着一大的一面条，手里头拿着铜锣烧的机器猫，用铜锣烧去换比诺曹他的一大的一面条，手里头拿着一大的一面条的比诺曹不用那一大的一面条去换机器猫的铜锣烧，手里头拿着铜锣烧的机器猫急了，抡起了铜锣烧打了手里头拿着一大的一面条的比诺曹，手里头拿着一大的一面条的比诺曹也急了，用一大的一面条打了手里头拿着铜锣烧的机器猫，他也不知这手里头拿着铜锣烧的机器猫，用铜锣烧打着手里头拿着一大的一面条的比诺曹，还是那手里头拿着一大的一面条的比诺曹，用一大的一面条打着手里头拿着铜锣烧的机器猫，机器猫回家吃铜锣烧是比诺曹，回到家里吃了那盆一大的一面条。